意志，没有什么暴躁的脾气是改不掉的。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菩提心，要具有真正想要利益众生的心。任何时候，我们的身口意都要奉献给众生。经常发愿，我一个人去救度所有的众生，要具备为了众生不怕去三恶道的勇敢心，这叫做菩提萨埵。不要对任何危害你、对你不好、伤害你的人执持任何怨恨，只要放手并修持安忍。如果你遭人批评与责备，就拿它作为修行吧，它是觉悟之道。这种针对我的抱怨责难，是累世业力的显现。要修忍辱波罗蜜，尽可能用转念来平息怒气和对他人的恶意，告诉自己，那是菩提心的敌人。温暖的阳光照射在绿意盎然的土地上，滋养着万物蓬勃生长。坐落于台南市归仁区，隶属于海涛法师慈悲置业中华护生协会的八戒护生园区，从高空俯瞰其四周的环境，映入眼帘尽是绿油油的田地，以及枝叶繁茂的林木群。
八戒护生园即位于青山绿水之间的广大平原，风景秀丽，五色风马旗随风飘扬，让依靠在竹林旁的八戒护生园区更显其生机勃勃。占地1400多坪的园区中，收养了包括104只的狗，以及171头猪。简单地将园区分隔为两个区域，从门口望去，右边是猪只们的活动空间，左边则是狗儿们的生活天地。两者虽属不同物种，却能安逸地生活在一起，如一座安乐的大家园。稍稍接近围栏，狗儿便奋力摇尾，伴随着此起彼落的叫声，热情的招呼从未间断，展现出活泼的天性。有些狗儿或许是因为未曾谋面，显得有些退却，羞涩地蜷缩在角落，然而更多的是眼睛透露出渴望关爱的眼神，使人发起怜悯之心。在园区工作人员们细心的照顾及呵护之下，多数收养的狗儿渐渐恢复丰硕亮丽的体毛以及健康的躯体，并恢复与人亲近。当伸手轻轻抚摸它们，便能得到狗狗们热情的舔手回应。而在另一边，猪圈通风的设计为猪只们挡住酷热的阳光，驱走不少暑气，猪只发出的声响也不分轩轾，有的悠闲地躺卧在角落休息或睡觉，享受着午后的微风，有的则好奇地张大眼睛望向栏外，看见来人便摇着尾巴并举起短短的鼻子，似乎与人亲近地打招呼，令人深深感受到，不论是猪狗，虽然属于动物，却也能流露出与人浓厚的情感交流及灵性智慧节。为了提供八戒护生园区动物们安稳的生活环境，除了感谢海涛法师慈悲的大爱外，也要感谢工作人员们秉持着佛陀的教法，用爱心来灌溉这片大家园。为了让此殊胜的慈悲善行生生不息，以及所有动物们皆能于此安享晚年，并且永续经营八戒护生园这片动物们的清净乐土，中华护生协会广邀您一同加入护持的行列，让无数刀口余生及遭受遗弃伤害的动物们皆能在八戒护生园区里获得重生，实践佛陀爱护一切生命的慈悲本怀，更成就救护生命的伟大功德。护持华佛账号42138483，42138483，户名中华护生协会。玄奘法师到印度去取经，他被抓到了，那些土人呢，就要把他放火烧了来祭水神，因为他们要抓人。然后看到出家人，哇，这个最好抓过来。玄奘法师就跟他说：“好，没关系啊，那我是个出家人，能不能让我死之前念念经啊？”就这样，然后玄奘法师就念心经啊，他那时候还没翻译啊，他那时候还不懂得梵文，他只会背。像背咒一样，
等他念完一遍的时候啊，风雨大作啊，哇，像千军万马那些歹徒通通跑掉了。各位，这个叫修行者，大无畏。我不是怕死才念心经的，我只是五分钟我能够念一念，死了随缘了。虽然我要到印度取经，今天碰到这个事情随缘嘛，反正生命死了会再来的，没什么关系。愿力不断，这个就是佛法。不要把明天的事情拿来现在烦恼，重点是你现在种什么善因。哦，今天妈妈得癌症了，哎呀，妈妈得癌症了，我很烦恼。你现在赶快做功德点灯，把回向给他，那个比较重要，不用去特别解决那个问题。你只要积了这个善因善根，事情就解决。请各位，这个叫佛法。烦恼没有用，爸爸要开刀了，你一直烦恼有什么用？医生也都找了，你现在做的是什么？我替你忏悔点灯拜佛。你一直积这个善根回向给他，在最大的善根中发愿，我爸爸生病，我从今天开始一直到成佛都不再吃肉了，以此功德回向生病的爸爸，一定要被改后啊，你就可以消他很多业。我就是这样出家了，我妈妈生病，病得很厉害，我跪在那边发愿，我一定出家，任何困难我都要出家，因为我妈妈不再难过。三天以后他就吵着回去了，再到别的医院检查说没病了，活到今天了。所以各位，但是我有在做业呢，我有真出家，我每天很认真啊。后来有人跟我说，你妈病好了，你可以还俗了。我说你妈好啊，我一还俗不如她又病了。这不是为我妈妈，我妈妈只是视线给我看，让我知道谁都会生病，都是妈妈，我要努力才对。我不能只是为我妈妈，所以把握这个叫修行。修行你怎么修都没关系，把握一个慈悲心菩提心来念经大悲咒打坐，这个时候烦恼就解决了，你就开智慧了，然后你再去面对那个事情。你千万不要十分钟以后他要跟我吵架怎么办，那你这十分钟他还没见你，你已经吵翻了，内心吵翻了。你要把他剩下十分钟都在做功德，都在修智慧，十分钟以后自然事情解决，这个叫不可思议。观音菩萨说，灾难来了不要怕灾难，赶快念观音菩萨，灾难就不见了。贪嗔痴来了，赶快念观音菩萨，贪嗔痴就不见了。所以这个叫心无挂碍，你有智慧啊，你懂得修行啊。印经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成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